主啊！谜一样的生物现身棒棒糖。跑出来，他们要表现一下，让我们两个好好看一看。啊，对，我们这几个很厉害，卧虎藏龙。第一印象实在看不出来谁对会红，是不是有很会跳舞？很跳舞。豪犬，豪犬，豪犬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要死！等一下，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自愿的小姐。哎呀！
进电视机前的观众坐不住了吧？赶快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哦！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很强，很强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们的菜？有一点了哈。好了，将来有机会呢，多的是那个妹妹们可以跟弟弟们联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对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这个来讲一下哈，就是。怎么讲？因为毕竟他们是一开始嘛，现在才刚开始进入这个棒棒糖的环境啊。然后他们以后就是要做，比如说像日本是不是有一个杰尼斯？妹妹的最爱，对，真的吗？爱杰尼斯，真的超爱的。所以我们就要训练他们，像他们这样，就是变成 super star 的。台湾的杰尼斯吗？对，所以他们要经过很多很多严格的训练。嗯，比如说像一开始，是不是都会很放不开？对，超紧张。对吧？你们那时候有男生级。有的不会，抓抓抓抓舞，抓抓最紧，抓抓真的最紧。好，高高，你那个对着镜头讲一句话。紧张。好，来，放开一点，加油，不要害怕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叫呱呱，然后今年15岁，然后发抖，我的兴趣是打球、游泳。然后等一下，呱呱，等一下，对，你的声音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是我才叫呱呱。哦，你叫呱呱是因为这样子的。不要脸哦。好，来五连拍，五连拍，五连拍。所以即使装会员也是很可爱的哦。请坐，你这样算是有一点放不开，对不对？害羞。